只有豆豆一个女儿，叫我放弃她，我做不到。孩子身上一刀，就好像在妈妈心里划死刀一样。原来医生救不活每一个病人，这个请你吃。Happy birthday！ 请给我1分钟的时间，这1分钟可以拯救一个家庭。如果我等不到捐赠的人，小姐就可以等到我。